大家好，我是 Demi， 是温哥华的地产经纪。今天我要介绍一个 Polygon 的新楼盘，它位于南素里，靠白石很近，开车8分钟就能到海边。它的尺价也很合理，800多一尺。虽然有过3次的降息，但贷款的利息相对来说还是很高，物价在上涨，工资没有涨，怎么才能以有限的预算住在一个生活便利、离海边比较近、可以随时享受生活的住房呢？话不多说，跟我一起来看看。Halo 是 Polygon 新开的一个楼盘，它位于24街和153街，马路对面就有一个 shopping mall， 里面有 London Drugs、Safeway、健身中心、咖啡馆和寿司店。这个 shopping mall 基本能够满足日常生活。如果你想去更大的 mall， 开车3分钟就是 Morgan Crossing， 沃尔玛等大型的商场都在那一边。那这里上99号公路也很方便，往南去美国，往北去三角洲，列治文都很快，而且著名的私校 South Ridge 就在附近。那衣食住行都解决了，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楼盘。它有北楼和南楼2期，北楼先开112个单位，一楼朝北有自己的商业，还有3个独立的 townhouse， 2026年夏天交房。南楼有92个单位，同年秋天交房。南北楼围合以后有一个很大的庭院，这是一个小朋友聚集的地方，大人们也可以经常聚在这儿和邻居交流熟悉。这个项目没有出租单位，全部都是住户。那黑楼这个盘是有冷暖空调的，一房640尺起，一房加蛋就到了848尺。这个和现在越造越迷你的一房比，这个面积非常的适合自住，一房的起价才55万。两房有分一个卫生间和2个卫生间。最小的面积也有800多尺，最大到1015尺，起价是在72到73万左右。另外还有3房和4房的 townhouse， townhouse 的面积近1800尺，有独立的花园，而且可以直接通往小区的中庭。现在 Polygon 有限时的优惠，定金只要10%。如果你有兴趣，可以拨打电话778-891-6993，或加我的微信小红书预约看房。